糖果。我说真的，我站这么近看，他这件已经洗到有点透明，洗毛球了是吧？所以这个若隐若现是洗出来的。本来是纯白的啦，本来是纯白，现在有点灰，到米黄，所以米老鼠洗到那个布料原来的颜色都出来，好有历史的一种感觉。拿一号跟四号的照片，左右开工哦。嗯，这个觉得哪一个呢？有花哥又急了，有花哥又急了，又急了。我只能跟您讲哈。手帕准备好。请问你这一套，你可以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。哇塞！你平常在家睡觉都穿这样？请问一下，平常私底下都穿这样在家里？开炮了！刘碧雪。穿这个搭背心啊。大背心啊，大背心哦，大背心的我操！是是是是，哦，那你这个干什么东西？你这么想看？你这个穿，你这个穿着诉求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在家里还是看起来又很居家，可是旁边就是很性感。你可以侧面讲话吗？脱不脱都没差，其实哦，很方便，真的。这是睡衣，对啊，不要用社群的眼光看，我怎么会呢？下回艺术的眼光。那你这个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号，要，要脚很漂亮，要很干净的，要很白，对，哇塞，哇哇，很细，好细哦，哦这个好，哦，然后现在是极品，现在还没看到。高雅又性感啊！哇塞，这个不错。哇塞，皮肤哇，永华哥，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哎。请问是？老纪，来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鸡鸡什么？鸡转一圈给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他是已经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圈内哪有这种艺人啊？哇塞！请问哦，你这哦哦，你要扶墙，你要扶着墙壁站着是不是？哇塞！您绕一圈给我们看。绕过了不是？再绕。刚刚在温炫的没有看到。刚才绕的时候我正在头晕。哇塞！哇哦，头发挑染哦，睡了。太厉害！请问你这套衣服的表现的重点是？因为这套衣服质量很好，所以摸起来软软的，可以配合我的皮肤白皙，所以就像草莓牛奶一样。草莓牛奶！哇塞！哦，优哥，不是草莓牛奶。Hello, milk。讲什么？对呀。你没事吧？我们有花哥有急救证书啊，你要继续他在展现他的条件。以上四位，我们从一号开始，一号转一圈，然后摆出最性感的姿势。好，太好了。
麻烦二号转一圈，摆出最性感姿势。哦，金正恩呢？哎，来三号转一圈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这个摆出性感姿势，兔子吧？哎呦，可爱可爱。四号，勇哥用哎。哎呦，谁接你？哇！太美了吧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好意思，太美了。各位，不要不要闹，不要闹了，开什么玩笑？最后的一个印象。知道帮忙，以后这种通告我不用发我钱会来。好，请问各位，刚刚这四位有哪一套的睡衣最能引起你们的青睐？个人我觉得我比较钟爱四号。四号？四号？四号？是这样，比较有安全感的。不是比较有安，我根本都不想起床了。我知道你都重比较重口味啦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会选三号。来，我是二号跟四号先不会选，因为它是两个世代的，我会选一号跟三号。那还是一号比较好吧，因为那我差点要吐血，感动的快要吐血，喷鼻血不是吐血。那如果你媳妇儿的话，你觉得几号比较好？媳妇的话应该是一号比较好。那当那个老婆的话哈，当老婆不是媳妇哈，是当三的哈。X 加三的哈，是三号比较好。John，哪一号你觉得最兴奋？我觉得一号。一号，因为他的那一套哈，我觉得是那种复古式的睡衣。那 Vicky 就穿什么 ？Vicky 就穿 T 恤。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那你女儿可以穿这一套吗？你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每天在家里这样。在家里干嘛？睡觉的时候穿，睡觉的时候才能穿。在家里有点太那个。那女儿可以穿四号吗？你是谁？对，没事。那我第一次录这个东西了。那鹏哥，一号、四号，你哪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三号。三号哦，三号，是因为比较没有杀伤力的感觉。是。比较没有给我压力的感觉。哦，哦，你知道女人跟男人在一起，那个女人不能给男人压力啊。对，不是我跟你讲，那个男人才会更坑。刘哥，孙鹏是违心之论。人家弄十一个就少一个，人家是军事专家。好，好，刚刚是第一阶段啊，第二阶段主题是跟暗恋的人。一起去逛夜市。第二阶段，和暗恋的人一起逛夜市，要怎么穿才能进一步发展呢？导播，请亮灯。三号很会扭，三号去搬货啊！哎呦，二号像那个，哇塞，好像是啊 ，OL 啊，四号是干什么的呢？穿那么多？对啊，好，请按灯。以上四位，感觉上四号好像差别很大。来，尤华哥，一二三四，想看几？一号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想看一号？应该他是以古宜今吧？哦，以古宜今，哎，以古化喽。他可以第一个以古宜今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他做的那种姿态是比较撩人的。是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看一号，一号。好，绿色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先到这里，大家已经受不了了。对啊，第一个三，这个带到夜市，对，哎呦，各位都是鼓掌，鼓掌。女星穿着太火辣，张佑华急着找家伙，要我帮忙吗？我。